你相信不相信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如果我真的死于马腾之手的话，对谁最有利？你且想想，诸公子之间，谁的党羽最大，根基最深？如果我一旦遭遇不幸，谁最有可能继承我的大位？皮公子。 立刻拿他！先生，马腾夜袭不成，兵败被斩，父亲大获全胜。昨天夜里城里乱了一宵吧？是。莫非你这里都听见了？大乱刚刚静止。 你该在丞相身边侍候着，不该出城。是，这我明白。是有一件事情，让我心里面一直是不安呢，想请教于先生。何事？侍郎黄奎被捉住了，父亲正在令人严刑拷打。 此人与我有交情，我怕他会不会供我出来呀？先生，先生，你是黄奎的后台吗？啊，你是马腾的内应吗？你想借马腾之手杀死丞相吗？绝对没有，万万不是啊！曹丕，你听着。 如果你想借马腾之手杀死丞相的话，谁也帮不了你，包括我。还有一件事情，我必须让你听明白了，在这个世上，丞相是我最敬佩的人，不管丞相怎样待我，都动摇不了我对丞相的忠心和敬佩。先生，相信我，宁死我都不敢背你父亲。那你还为黄奎担心什么？黄奎曾经是曹植的宾客。 其余我也有旧交，我当初只不过就是想让黄奎做我的耳目，去探听曹植的情况。可是，万万没有想到他会去勾结马腾啊！他现在正在受严刑拷问，万一他把我扯进去，一口咬定说我是他的主子，那我跳进黄河我都说不清楚了。你赶紧回城。 设法让黄奎死去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可是，军事看管甚严，根本就没有人能靠近他。公子，公子，公子不好了！丞相派叙州将军前来召你，你快回府吧。哦，知道了。外面候着。诺。 先生，你听见了吗？黄奎一定是咬我了，我必死，我必死！你为何这样说？来拿我的人是许褚，许褚是何人呢？他是父亲最得力的战将。 只要父亲一声令下，哪怕是让他砍自己的爹娘，他都不中眉头。公子，你的确现在是处于险境之中了。不过你不要心乱，我赠你两个字，你可以试一试。先生，请讲。第一个字就是赖。 不管黄奎咬你什么，你概不能承认，就是丞相把刀架在你的脖子上。你也要死不认账。嗯，嗯，我知道了。第二个字呢？第二个字就是诬。黄奎不是做过曹植的宾客吗？哦。现在你反诬黄奎的后台就是曹植。哦。大水搅浑，让丞相疑心大作，是非难断。还有一事。 端午节时，黄奎在府上设宴，以女乐招待曹植，大肆献媚。平日间，
黄奎和曹植也有诗文场合，这些你都可以指为证据。请丞相明察。嗯，我知道了。反诬黄奎的主子是曹植。曹植，哎呀，情急间我也想不出更多的法子了，但这两个字定能有助于你。公子快快回府吧。孩儿拜见父亲。丞相，在下告退。不必，你就坐这儿吧。皮儿，我叫许褚前去招你，你为何足足耽误了三个时辰之久？孩儿不在府上，出城去了。城中刚刚安定，你为何出城呢？孩儿看望司马懿去了。为什么？今天是司马懿的生辰，他孤苦伶仃，独守城外，无人为他祝寿。孩儿不忍，送了他两匹绸缎，还有一些酒肉。做公子的对旧属下应该有情有义。我这儿有个东西，你拿去欣赏一下。皮儿，你为什么要勾结黄奎引马腾入城杀我？冤枉的父亲，孩儿从来就没有和黄奎打过交道，黄奎是丧心病狂。父亲，他一定是见谋反失败，横竖誓死，就乱咬一气。他想借父亲的手杀我，一泄他心中对曹家的仇恨呢，父亲。你从来都没有跟黄奎有过交往。从来没有。绝对没有。他们正在隔壁审讯黄奎，用不了多久黄奎就会招供，什么都拿得出。所以你要是有什么事儿，就要抢在他招供之前告诉我，对不对？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就连父亲也犯过很多过错。你看，父亲头上的每一根白发，都是一个过错。所以，你要
要是犯了什么过错，只要你把它说出来，父亲就会原谅你。说出来，说吧。父亲，孩儿从来就没有跟黄奎打过交道。你死到临头了，还敢嘴硬？父亲，如果一定要让孩儿说，孩儿只能说实话了。这就对了，说吧。黄奎的主子，黄奎的主子是四弟曹植。两年前，他就是四弟府上的宾客，他们来往密切。你混账！你死到临头了，你还敢污蔑侄儿？父亲，孩儿绝对没有诬陷四弟。四弟还到黄奎的府上野宴，黄奎用芈月招待四弟，他们还经常。你还敢诬陷自己的兄弟？孩儿如若有一句虚言，父亲就杀了孩儿吧。荀彧在，马上去讯问黄奎。诺。站起来。坐下。听到吗？待会儿黄奎就会把一切都供出来，他会证明你所说的都是假的。父亲，孩儿刚才说的不是实话，黄奎的主子是四弟。好，那咱们爷儿俩就等着黄奎招供吧。好，等。下棋。下棋。心肝儿啊！哎呀！干什么你们？